今天天气真的好热好热，中午12:54，全台湾最高温就出现在了台北市，摄氏37.1度，打破了前天36.7度的记录，再次刷新台北站今年的最高温。而嘉义35.8度也写下嘉义站今年以来最高温记录。气象局就表示说，这个台北气象站从6月以来这19天当中，有12天气温是超过了35度，仅次于2011年的13天。未来不排除还可能会再创记录，只能提醒观众朋友们要记得多喝水，预防中暑。